大家好，我是 Yuki， 欢迎收看《创爱世界》。今天我邀请到一个美女来我的频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ika。Rika，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。好。你相信别人帮你从白的方面，你会更容易中到大奖吗？我相信啊，因为我自己很衰嘛，所以你应该会比我好运、啊。可是是你帮你讲你自己很衰、哦，可是今天是你帮我抽哎。哦。今天我挑战就是我要把50块交给你。我你来帮我抽这个百元方面机哦，但我希望我今天的水不要再给你了。希望、啊、因为我觉得如果别人帮你抽百元方面机会比较容易中大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用我的钱，而且你没有贪念，因为你中了大奖也不是你，是我，所以你在没有贪念之下，财神也会比较容易让他中大奖。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，所以今天我就是要这样子，希望可以就是用50块交给瑞卡，叫他帮我充这百元麦机，希望可以抽到大奖。希望瑞卡可以带给我运气啊。OK， 瑞卡顺利帮我抽了这5号，我们去旁边开箱。OK， 瑞卡已经帮我抽完这5号了，希望会给我带来好运，中到大奖。OK， 我交给瑞卡帮我开。我开啊，那你来开。什么？护照的那个套啊，可以送给小孩子，不过我还没小孩子。有重量应该没有希望。USB。USB， 我 USB 这是可以用。哎，不错啊。这是什么？男孩子喜欢。迷你收纳盒 ，OK 啦，这小孩子会喜欢。虽然我已经不小了。第三个。是哦，希望渺茫啊。很大声啊。又大声。更大声啊 ！USB 是 USB。哎，真的。哦，真的哦。哇，太重了 ！USB， 可以啦，可以啦 ，USB。又是有声音，风扇吗 ？USB 风扇。我没有连看了，没连看了。哎，不是啦，一直低。原来人家帮你抽也不一定会中到大奖的，而是钓鱼的游戏。OK 啦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里面最好的，个人觉得。所以今天抽到的全部是蛮适合小孩的。蛮适合小孩子的，这边用别人的运气要中大奖，这个几率也没有到很高。财神也还是没有眷顾在我身上，不过没有关系。今天我拜托 Rika 帮我抽了这个5盒，然后我他的频道也有我帮他抽的5盒。如果你们想看他的影片，可以去他的频道看哦。是的 ，Rika 就到本啦。记得要去看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。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